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呢一期嘅即刻闲谈，我是三文鱼，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下这双弟弟，不对，这双 Alpha Dunk。至于是 Alpha Dunk 还是 Alpha Dunk 的话，其实只是一个英式发音跟美式发音的区别啊，所以大家不用太纠结这个，自己觉得怎么念好听就怎么念就好了。那相信大家在看这个视频之前，已经看过许许多多媒体对它铺天盖地的一个宣传了，毕竟是个重磅炸弹呢。Alpha Dunk 系列的话是接替 Hyper Dunk 系列之后的耐克的旗舰级别团队实战鞋。今天的话，我也来说一下自己对它的一个看法，后半段会有我实战之后的一个体验呢。那大家最好奇的当然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实力接棒 Hyper Dunk 系列，成为最新的一个旗舰级别的实战鞋。毕竟 Hyper Dunk 系列的话还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实战利器的。那其实 Hyper Dunk 系列的话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实战好鞋的一个代表来的。我自己的话也穿过13，然后还有16的普通版本，还有 Flyknit 版本，还有17的 Flyknit 版本。至少 Flyknit 版本的2017的话，对于我来说是一双非常不错的实战好鞋除了鞋底比较硬以外，但是它的一个性能非常均衡，就是能让我在比赛中忘记鞋子存在的一款实战鞋。 Hyper Dunk 2016的话，它的一个首先它是我在极客鞋谈里面第一篇发出的一个实战测评啊，然后非常的有意义。当时的话其实我自己觉得测评的水平非常一般啊，然后也没有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测评但是它的一个鞋底的缓震，它的一个蹦床式的一个设计，确确实实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它能给你带来非常不一样的 Zoom 的感觉。那 Alpha Dunk 到底能不能延续之前的一个很好的口碑，还是说耐克仅仅是害怕我们对 Hyper 这个前缀疲劳了，所以换一个 Alpha 的前缀来刺激我们的消费欲望呢？至少我是上当了的啊，就是我是对它非常有兴趣的，毕竟看到它的一个鞋身还有它的一个鞋底的 Zoom， 我觉得它至少是一双不差的实战鞋，所以追求实战性能的我的话对它还是非常有期待的，虽然牛某某非常不看好它。那整双鞋子的话其实我已经简单上脚过两次了，去了不同的场地去进行一些性能上的体验了，但是还没有进行一个真正的实战对抗，所以在今晚之后会给大家录下半段，就是告诉你们一下我对它的一个实战的印象。而现在的话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双鞋子到底有什么亮点在里面。那它的气垫就是整双鞋子最大的噱头了，直接将 Zoom 的名字更改为 Zoom Bag，告诉你这双鞋子的一个气垫非常大非常厚，比以往都要大据官方所说的话，它的一个气垫的话比以前大了8到9倍。真的大了8到9倍吗？那它鞋底的话采用的是这种半透明的纹路，然后可以直接明了的看到整个气垫的一个大概的面积。侧边的话也有做一个开窗啊，让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的一个厚度。我发现最近耐克非常喜欢用这种半透明的一个设计来直截了当的告诉你它用了多么牛逼的科技里面。比如说 Kobe 的 Fast Fit 版本，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半透明的鞋身，配上一些粉红色的线状的一个设计，就是告诉你其实它是用了一个 Fast Fit 的系统，然后也有一种解构风的感觉，直接向你炫耀它的一个科技，告诉你它是多么的牛逼。那这一次这个气垫的话，其实我真的有点想不懂到底它有多厉害啊，因为一对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非常厉害啊，类似的脚感以前不是已经有过了吗？那这一次的话到底革新在哪里呢？但是我估计它指的是这种单独的一个可以拿出来的气垫，而不是这种缝合在中底的一个气势的感觉。因为以前这种设计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知道踩到钉子以及鞋底开胶之后呢，它是非常容易漏气的。但是这一次的 Alpha Dunk 系列的话，侧边是用了一个非常硬质的 TPU 啊，它死死的包裹住整个气垫，让它不会那么容易被尖锐的物体刺穿，或者说造成
开胶导致漏气之类的，而内侧的话是直接给封起来了，所以它的一个稳定性应当是比以前要提高很多的。但是呢，这就给我另外一个问题了，它的一个灵活度到底怎么样？虽然它的一个外侧以及内侧都有做两条切槽，就是想提高整个前掌的一个灵活性啊，让你的脚可以更自然的弯折，但是实际上它的一个效果我认为是并不强的。至少在我第一次穿它去跑步机热身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整个中底是过硬，导致我的脚掌无法正常的弯折，然后我的小腿马上就有那种快要抽筋的感觉，所以我跑了500米都没到就直接下来了。那它在实战中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表现，在今晚之后我会给大家更有参考意义的答案。那它后掌的话就没有采用任何气垫了，就是用了普通的 Phylon， 但是很明显能感觉到它有故意调教的软一点点。那至于它到底够不够用的话，还是实战之后再说。那我在穿它进行个人训练的时候，有做一个转身的动作，转身完之后蹬地的那一下是后掌先落地的，所以能感觉到它的一个缓震形成不太足够，就是很快就踩到底了。那具体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的话，今晚再说。那整个鞋子第二个亮点的话，就是它的一个鞋面了。鞋面的话采用全新的名字叫做 Air Knit。那其实我觉得它不管什么 Knit 都好，都是重新一个命名而已，就是换了一个形式。但是呢，按照官方的说法的话，它是有三层结构的。第一层表面的这种凸起的结构的话是提供了稳定性，而中间那层织物的话是提供了结构性的支撑。最内层的话其实就是非常舒适的织物，让它贴合住你的脚。那按照官方的这个说法的话，三层的结构跟 Air 还有什么联系吗？应该没有了，应该是不怎么透气的。因为一开始他说是 Air Knit 的时候，我还以为它是非常透气，就是非常凉快啊那种，但实际上在我穿它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有点点闷脚的。那它最大的亮点的话，应该是想告诉我们，织物的材料也可以做成多层的结构，而不是永远都只有单层的一个鞋面。那又有个问题了，织物在一开始的一个想法不就是为了提高透气性、延展性以及舒适度吗？在你那么多层结构叠加的情况下，它还有原本 knit 该有的一个特性吗？但是这个鞋面的强度的话，比看起来跟它差不多的詹十五的一个 Battle Knit 要好多了。詹十五的 Battle Knit 的话，真的是看起来非常好看，但是它的一个支撑性的话也是不怎么足够的。然后我队友穿它的话也是经常崴脚。那至少这一双的强度上的话，要比詹十五来的更加坚挺一点点，并且它在鞋帮处的话也有做一个皮面，或者说类似皮面的一个支撑的保护。那鞋带方面的话，采用的是最传统的那种飞线啊，就是真正活的飞线啊，直接鞋带是穿在飞线上面的，而不是穿在鞋面上面的。那这种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动态绑定效果是比较不错的，希望它的飞线耐久度会比较久一点点啊。好，整双鞋子最大的两个亮点的话已经跟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的话就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其他的一些细节啊。首先是它鞋底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整个气垫上面其实还有一些字啊，但是这个的话目前我还没有拿到拆解件，所以没有办法去看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之后的话会跟大家重新分享一下它上面到底给了我们哪些信息。那整个外底的纹路看起来非常简单啊，前面半掌的话像是齿纹一样，那后半掌的话就是简单的一些纹路的扩展而已。只是它的一个试用场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因为水晶底的耐磨性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简单上脚两次之后呢，已经有掉皮的现象了，而且我都仅仅是简单的个人训练而已，并没有高强度的对抗就已经开始掉了，所以它的耐用性的话等之后的 SDR 版本应该会好一点点。那整个中底的话采用的是 Phylon 的泡棉啊，在后跟内侧这一边的话写着三行字 Nike Basketball， 那中间这边的话有一行 Innovative Conception，代表的是创新的理念的意思。那后面的这个 VIF 的话，其实我没有找到官方说明啊，如果有知道的朋友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那最后一行的话就是 Responsiveness， 前面三个加的话其实就是代表它的响应性，整个鞋子的一个中底结构的话就是旨在提高你的一个响应性了啊，其实都是一些吹牛逼的东西了。那它这三行字旁边还有一个12道杠的一个设计啊，这12道杠的话其实我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放在这里而已，而是一个故意的一个设计，因为它在外侧 TPU 设计这一边的话也有这12道杠的设计啊，
但是我找不到任何的官方说明，所以我非常好奇这个设计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有知道的朋友的话，可以告诉一下我。那在网上的话，就是它后跟这块皮质的一个支撑了。这块皮质的话，采用或者说人造革，采用的是银色的设计。银色的设计的话，其实以前很少出现在奥运会美国队的一个配色上面的。为什么它会出现银色呢？其实是因为这双鞋子一个配色的灵感来源的话，不仅仅是美国队的一个配色，它更是致敬了卡特在当年的那一季死亡之扣。从整个鞋子的一个鞋垫就能看出来，这边鞋垫上面后跟的话可以看到 Dunk of Death， 就代表了当时卡特的那一季死亡之扣。那它下面的话就是那季扣篮的官方时间了，2000年的9月25号。那说到这里的话，另外一只鞋垫的话其实是有一个 Library of Bounce，那它后跟这个 LB 的话其实就是刚刚那个 Library of Bounce 的一个简写了。这个的话代表耐克的一个档案室啊，里面有非常多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在里面。那他们宗旨的话就是了解运动员的需求，然后根据运动员的需求去设计一个鞋款来提高他们的一个表现，所以才会有了这双 Alpha Dunk。 这其实跟它的一个 Alpha Project 的话意思是差不多的，大概的话都是给你讲一些故事，然后来告诉你这双鞋子是多么的有创意，多么的革新。最后的话就是这个鞋子的鞋舌以及它后跟的一个支脉了。首先先说一下它后跟这个提环，终于没有像威少二代那样子那么白痴的设计啊。这一次的话是直接是扯着里面那一层的，所以在你穿鞋的时候，这个东西是真正可以给你便利性的。那它也非常会节省成本啊，这其实是同一条东西，就是同一块布上面剪下来，然后分在不同的区域而已。那上面的信息的话，左脚这一双几乎都是在吹它的前掌气垫到底有多牛逼啊，然后有非常多数据来告诉你。比如说上面这一个 AV 的话，其实它这个 AV 的话并不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 AV 啊，而是说它的一个 air volume， 就是空气含量啊。那后面的话有一个什么187541立方毫米。那下面这一行的前半部分的话 ，C 开头这一些其实我也不太懂它是什么意思。后面的 BV 的话其实是告诉我们它的一个气势的含量，然后后面的话有一个235899的一个立方毫米数。那其实这些都是想告诉我们这个气势的一些具体的数据分析。然后上面这边的话还有个 L 等于 MP 的平方，这个的话其实我也不太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应该是他们自己一个计算公式，或者说是一个大学物理的一些深奥的公式，有知道的朋友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一下。然后右脚这一只的话，其实上面有非常多经典鞋款的一个图标在上面，比如说最早应用 Zoom Air 的系列鞋款啦 LWP， 然后还有 Mag 鞋侧灯号的一个图案，还有华莱士啊或者 Flight 啊或者 Uptempo 图案，然后还有个数字08，不确定它是不是代表最初一代的 Hyperdunk 啊。现在 Alpha Dunk 的话试售的已经有四个配色了，而已知的配色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关于北京的街播的一个配色，那个是特别版本来的。那我相信之后还是会有大量的配色进行试售的，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其实可以再等多一会儿，因为它肯定是个大货来的，然后肯定会有更多配色的发售，并且应该会有 XDR 的版本。这双鞋子的话给大家说一下我的一个试穿的感受啊，整个鞋子的内长给我一种偏短的感觉，就是我穿完它之后呢，前掌刚刚好是顶住的，而这种脚感在我比赛中会不会带来影响，我今晚会给大家答案。而它后跟的话稍微有一点点不跟脚啊，但是这个的话我估计不怎么影响，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把它轻易的脱下来，毕竟它是一个高帮啊，然后整个鞋带覆盖的区域的话是非常高的，锁定感还是很好的，但是就是有一点点，可能真的是我的跟腱会比较细一点点。那最好还是建议大家去专柜试穿一下，如果顶脚顶得很厉害的话，那你们要斟酌一下自己到底选什么码数会比较好一点。那话不多说啊，整个简单的介绍的话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鞋盒的话就没有什么好介绍了，就用了最普通的一个橙色鞋盒，能感觉到对它也不是非常用心啊，起码你第一代要出个厉害点鞋盒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值得期待的系列，对吧？你换这个橙色鞋好像有点。那今晚的话我就会穿着它进行一个半场对抗了，估计会打得比较累一点点，我虽然外面下雨了，但是我们已经提前订好场了，打完球之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一个具体实战表现，一会儿见了，拜拜。We'll be right back.
好，现在已经打完球了，回到家里面洗好澡。接下来的话跟大家说一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一个室内实战之后，我对它的实战性能的一个想法。首先是它的一个中底的表现啊， Zoom Back 的一个脚感真的非常大程度让我想起了以前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战士精英。战士精英的话是一个全掌的 Zoom Max 啊，当时的话还没有正式命名为 Zoom Max， 但是它前掌的一个气垫也是非常的厚实的。那两者对比来说的话， Alpha Dunk 的一个脚感会更加偏韧一点点，很有可能是因为两双鞋子它包裹气垫的一个方式不太一样啊。战士精英的话是用了很软的一个橡胶，而这一次的话 Alpha Dunk 是直接用了一个 TPU 来包裹，所以它的一个行面空间的话会更小一点点，但是它的一个缓震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我73公斤的体重的话，它完全是能给到我足够的一个缓震的。不管是我做一些跳投啊，或者是突破上篮，还是抢板这样的动作，在我落地之后呢，都是非常有缓震感的。因为我大部分的话都是前掌先落地嘛，所以它的这个设计的话，确实能让我整个前掌都能感觉到气垫的反馈，并且在我做一些连续起跳的动作的时候，比如说连续起跳补篮啊，这个时候的话，在我整个起跳的过程中，它确实是能给到我一个不错的反馈的。就是我落下去之后呢，它不会因为太过软的一个脚感，让我没有力气去起跳第二次。那相信说到这里的话，你们都会发现，刚刚我所说的这些优点的话，都是基于在我起跳的一个动作的情况下的。那么它的一个缺点在哪里呢？缺点的话就在于，尽管它做了这两道切槽啊，它的一个灵活性还是非常不足够。虽然没有我在跑步机上面感觉那么糟糕，但是整个过硬的中底啊，让我大大减少了突破的欲望，所以整个晚上的话我都没有几次突破，一直都在投球。不是说它这个脚感不好，而是有一种我无法驾驭它的感觉。它不是像 KT12 那样子一个过软的脚感导致每一步非常拖沓，而是它的一个过硬的中底让我感觉我的每一步都在跟整个中底的一个刚性在做对抗，它非常难弯折，这样子的话也导致我的一些脚步动作的话非常不灵活，并且它的一个重心的话毫无疑问是偏高的。如果是小个后卫的话，可能这双鞋不太适合你，因为它的一个脚感真的不太适合小体重的人去驾驭。那不知道在长测的时候啊，整个中底在实战多场之后会不会变得稍微软一点点？不然的话，整双鞋子的话其实中底的一个表现并没有让我非常非常喜欢。那后掌的一个缓震的话，虽然仅仅是只有 Phylon， 但是它的一个表现还是 OK 的。第二点的话，说一下整双鞋子的一个保护性啊。首先，幸亏它是一双高帮鞋，它的一个鞋帮的话，确确实实能在我今天晚上踩到别人脚的时候，给我提供一个不错的支撑性，并且还刚好拍到了一个素材。虽然这种素材的话，其实我并不是非常想要啊，但是刚好拍到的话，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鞋帮的保护性，确确实实是不错的。你们可以看到我在踩到别人脚之后呢，还基本上没什么事情。那整个中底的稳定性的话，就值得再去探究一下了，因为在我做侧步落地的时候，整个鞋子的后跟的一个稳定性也并不是非常足够。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个后侧步啊，落地的时候呢，整个脚跟是一直在晃的，就证明其实由于它的一个外底过于圆润了，导致它落地并不是非常非常平稳那种。那我其实是不停的在靠自己的一个脚踝力量去稳定住整个鞋子，这一点的话仅仅是一个隐患啊，暂时还是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伤病的影响，至少在比赛中呢，我没有感觉到它非常非常不稳定。那鞋面的支撑的话，确确实实是比 Betonis 要好一点点啊。整个鞋面在我突破啊，或者说做别的动作的时候，都不会说整个脚飞出鞋底的一个情况。它的一个鞋面支撑性的话还是非常到位的。包裹性方面的话，就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了。首先它前掌的话确实包得非常好，但是在之前的话也有说过，它的一个内长是偏短一点点的。我的脚趾由于没有任何活动空间啊，导致我在做一些急停动作的时候容易顶到脚趾。这一点的话，我不确定之后会不会有改善，估计也是不会有的了。所以整个鞋子的尺码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商场中去试穿一下。后跟的一个包裹性的话，虽然之前我在试穿的时候能感觉到有一点点不跟脚，但是整个比赛中呢没有任何问题，也不会说出现脱跟的一个现象。虽然我觉得它一个后跟的包裹性能够做得更好一点点。那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它一个外底的表现了。它的外底的话抓地力没有任何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晚上打了一个室内场地是非常干净的，任何鞋子在里面都基本上没有
出现过打滑的现象，不过当然还是能感觉到不同鞋款之间的一些细微的差别，所以我觉得这双鞋子的一个抓地力的话到了外场应该也不会差，但是呢它的一个耐磨就是一个问题了。你们可以看到整个后跟的一个磨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已经有非常多起丝的一个现象，那前掌的话倒也还好，基本上暂时还是没有什么磨损的。最后总结一下，一场球下来之后呢，我对它的感觉是没有非常喜欢，但是也没有非常失望。整个性能的话可圈可点，但是有一点必须提一下的，就是我认为它已经不像之前的 Hyperdunk 系列那样子能够满足每一个位置或者说每一个体重的人去穿着。这一次的话 Alphadunk 变得更加有针对性了，如果你是小个后卫，非常轻的体重，然后非常喜欢变相的话，其实你都不太适合这双鞋子，因为它的一个重心是偏高的，并且它整个中底的一个脚感的话需要非常有力量的选手去适应它，或者说是去驾驭它。我认为我自己的一个力量以及我的体重的话驾驭它也并不是驾驭的非常好，所以这一次的 Alphadunk 系列虽然还是打着 Hyperdunk 系列继承者的一个名号，但是它其实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感觉了。那接下来的话我还是会在长测中尝试着更加好的去驾驭它，然后得到更加完整的一个测评再来分享给大家。那今天的话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收看，拜拜。